就是要来拍一个鬼脸。二三，好，很好。大概手指也有戏，他也很热闹，你真的很可爱，好吗？你真的是装的，随随心情。觉得我们真的不烂了。对，你们不烂，你们很棒啊！我刚刚在旁边听，其实我有点难过，就是你们说大家很轻视你们，但是其实我想说，我完全不把你们当是轻敌的那一对，因为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最快有凝聚力的一对，最快整理起来，因为我觉得这种凝聚力很强的队伍是可以突然成长很快的，所以其实我内心是非常害怕红队，所以我们第一个才把你淘汰走，因为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整合能力很快，然后凝聚力很快的，所以你们一点都不会让我们觉得是轻敌的对象。哦，谢谢，相信自己，真的真的有吧，舒服。需要参考吗？不要了，我刚才说了。闪亮一点，可能是很可爱。假装是很开心。OK。嘿咻。适时的发出一点声音。辅助，辅助。啊，我找到我的专长。对，动作指导啊。好烂的专长。怎么会？很厉害。OK， 好，来再来一张。OK， 好。可以，好。大家都不看镜头，就你们。不用，我们来看啊。来，好。嘿，好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。鬼脸，二三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哎，他们都很厉害耶。差不多比。大概手指也有戏。他也很热闹，你真的很可爱，好吗？你真的是装的。随随心情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哈哈哈哈哈！太夸张了。不是，因为我今天造型就可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三张很丑哎。因为你太可爱了，然后你还要请星巴克，算不算丑？对，因为大家一样丑才可以吗？好。